来了，有人跟你抢，快拿枪！你们两个敢打过，喊拿枪哦，喊拿枪的话敢，啊，跑跑，哇，用手该打，才不要嘞，打不过，我跑掉啊，有没有加油？他没有拿枪，你杀死了啊，你有手枪不是？我杀死了，还有吗？没有没有。我要去别的，你要我要找头盔那些我才敢。我第一次看 Camp Alpha 的枪啊，张弓路子。有人来哦，喂，怀疑。谢谢你开的，开车。OK。很恐怖哎。哦。我有卡住发了。对哟，哟，好牛逼哦！不确定我着没有了。<laughs> 将近距离是要用来做什么？那我看一下别人在哪里，我要找头盔，妈的没有头盔。哦，你真大胆，你就这样走前去。 一般开胜，看到了，凯瑟，哪里？前面监护组，他就在你看到，两个，在一楼的，不是，等一下我绕他，蓝色其实，一楼，什么意思？ 什么颜色？二级盔，黑色，还有个白色的，有两个人，你两个人。不要人了。看到。那个。不好意思。Oh, what the fuck！ 中了，这么枪打不死哎，他前面没有，我去他，我去他。OK， 你爬，你继续爬。 开门给我！等一下，凯森，我们 stay with together, 哦，我在后面吧。这是啥？You don't die, please. Oh, okay, all die. 嗯，爽，超爽。OK。好圈喽。 你要二杯吗？可以啊。啊，我丢了哦，算了哦，我不能丢哪里哦，好天天哦。What the fuck？ 坑谋。啊，坑谋。必然去拿255车啊！ 没有人啊！没有补啊，怎么不要去拿？车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继续，我们现在去哪？我去哪了？妈，我以为勇哥去哪，总是一个。我都不懂车在哪里。这勇哥有补不去哪？我没有补的嘞喂。是我们两个都没有。帮你们找喽，红点要吗呀？有人要红点吗？ 没用的啦，那跑都没用了。没有，没有东西。妈的，绷带，哇 ，nice！ 走，对了，菲律宾 ban Uber 嘞，所以你不可以的。我叫 Grab 吗 ？Grab 跟 Uber 也是。 有那些在的啊，不可以。我叫 taxi 也不可以，是不是？taxi 当然有啊，taxi 是一种。你撞一下我就死啊！生命比较少，那你俩去一个野区搜一下，要不要？
说不好的。感觉这个就有了。前面是谁呢？你啊。拿给你们补，快快。我进里面找。你们要五个绷带吗？我在这里面找补。是喽。你们要五个绷带吗？那这个这个急救包。我听到最好笑的，你们要五个绷带吗？我既然找到了，他妈的要打你是吗？妈的！你们要五个绷带，既然找到哦。好强啊，开苗花！下次不要跳哦，比都还强哦。Hello， 你们要五个绷带吗 ？Hello， 你谁要 SLR？ 我这里有。不要。那个很难压枪的了，不要了，杀了！那这里，哎，只有二倍进水哦。不要，我什么都要，你给我什么我都要。红点要吗？红点。要。我这里有 P92，你要吗？你不要 P92 吗 ？P20。啊。等一下啦。给我5.56。很恐。很卡哦，不懂做什么。哦，那绷，哦，谁来？我是需要。给我绷带，我要补命啊！靠！你要补命啊？看外面好。说一个针，那个针回来，我就可以把命啊。我一就。有车啊？没有。没有，崩。崩！哇，砸那个针，我真是给我砸那个针了，没有拿。狠狠的刮，再补啊！等一下没有机会哦。哇！你的头盔你有找到吗？我要六倍。你的头盔你有找到吗？我有一级头啊。这我要讲了，我要六倍。收太多，就玩到很死得很快；收太少。就没有补，就玩到后面，然后没有补，都不懂要怎样打，是不是？是哦。然后很恐怖，两种都很不爽，是不是？嗯。不收，就给人家讲我们是趴地仔。回这又被人家讲趴地仔。是哦。出去跟人家打过，然后又被趴地仔杀，是不是？来个影片，我今天早上 send 给你那个影片啊。那个是国际赛杀人王耶，欧洲第一的。欧洲比赛四排第一的 Team Liquid 的人 ，Team Liquid，Liquid，Liquid， 不是啊 ，James，James， 哦 ，OK， 我懂了，那个戴着耳机，那个普通那种电话耳机那种啊，这人啊，对啊，我看梗哎，他是国际杀人王的国际赛，有一半哎，国际赛杀人王。那他们讲还烂过嘉伟哦，他妈的国际赛杀人玩欧洲第一，然后烂过一个台湾第十六，哈哈哈我一半嘞，台湾第十六，台湾第十六，说好做不要打谁，大概比赛那个叫什么 eSport 的 ，PUBG eSport Canada， 他妈去打 Twitch 比赛，不要实况组表演赛就有他，是哦，差不多，哎，他怕等下去比赛被人家。屌打是不是就毁了他少神的封号 ？OK， 其实他刚刚说的东西都是完全错误的。刷不去打比赛的原因不是因为怕被人家屌打而破坏自己的名声，而是他认为这个 PUBG 是个不适合 eSport 的游戏，所以他不去打比赛。那个 Why do？ Why do？ 也是有啦，是因为这个对啊，这种比赛很难的、啊。Why do？ 唱歌是因为这种比赛哦，很少开到枪，子弹不够啊，补不够啊，背景不够啊。然后那个圈有时不是说你这边啊，在比赛，你遇到每个人都跟你差不多的情况下，全部说你这边就是被对面当，我知道，而那边有一个补，永乐不要拿，永乐啊，给我一个啦，啊，给你一个，你信不信我没有，我一个都没有嘞，不要你要是不是，不要大哥，将酒啊，对啊，就是要给你补酒一点的老。我懒惰补酒吗？先跑圈喽，大哥。刚才那么久。我要搞背景啊！好啦。我要止痛药，哇！No， 嗯，你玩的是超穷哎、欸。
你忘了这有一个绷带。你要命我救的耶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，你要知道。对啊，所以你找到要给我。这个人我杀了嘞。他妈前两个不是我杀的。你们过来啊！你们在吵。你在吵什么啊？等下遇到人被人家杀回就好笑了。我找到枪口。哦，找一个精英哦。送。好菜我就是不喜欢精英的。好彩我最贪心。我的滑鼠。我觉得精英哦。我感觉。你们不要说啊。没有精英很强的人，他们会听那个弹刀。他们会看地下那个子弹从哪里喷来的。你高倍镜吗？我在看酒吧，看这个地上那边，拿这个二倍镜看草。哦，前面前面就是前面的，那前面就是我们要杀的。很远了。不远啊，这样小。哎，这样换 skin 了啊，看酒吧。Shift X 啊。不要换新，不用换了啦，先插上去了。你卡酒吧都不会开机箱的啦，都不会开机箱的。等一下，现在决赛圈了，要 check 周围，不可以只为了中间的枪声，然后忙碌的走过去。哎呀，我的背景啊被收掉了。嗯。哇，这个决赛圈在 camp， 又是 camp， 靠！隔壁，后面，旁边啊，从后面，那个32350那边，石头那边啊？不知道，我是听到，在这边的，我是听到一个 boom 哦，我听到是我，哇，嗯，在射你，在射你，咻，打不中，中在哪里？我直接可以看到他了、欸，我才不要看到他、欸，最好自己被毒死哦。我也希望不要看到他，也希望他不要看到我、欸。就特别希望他不要看到我，然后只有。是啊，我躲屋子里面先啊。哇！好、哦，那边石头。看到了。看到了，黄色衣服。看到。老憨老笑。我去后面了。跑后面了啊！跑后面。等一下我过去了，他们在打针。走啊，我进营。我直接出。没有精英，我也有精英。他们打完了。不要跑。你有一个死包。哦，他死啊！好险！哦 shit， 我笑死了。打到一个，那个树后面开着。死完了。哇，你们看到我这样压枪，就等你笑死。没有敌人，再射我们，等一下。哎呀，那边 M4 你们要拿吗？不要。走路补完他就走。看我的血！你要 make it， 你要 make it 吗？那个有一个人有 make it。对，我用这。还有，对，我们一个人杀一个耶，好爽啊！哇，我那个压枪压到很垃圾耶！还剩一堆，还有多一个。我需要屁股耶！我要去前面抢位置先，快点，他们在打着。大哥。等一下，我再找握把。他最讨厌这种。真牛吧，还有开酒吧。我先去抢位置，快点大哥，我先去抢位置。看左，看右。还剩下五个人吧，其实。我的手很冷啊，妈的，一直在抖，他妈的。这位少年为什么在抖啊？哎，别看太多。
哦，AP 看太多，有可能。不要再 AP，不要再。哦，快些。不可以，18岁不可以了。不可以。小孩子都听懂了哦。我觉得这个前面这个屋子一定有。妈的，我们绕右边走一点，我觉得。这么一站在这个 camp 超厉害。就这里。我感觉没有，我想要远离这个 camp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走去城。我感觉绝杀权威在这边附近耶。他们在打招，在 camp 里面。也很靠近耶。前面有一个。那边有人呢。前面闪。这间屋子里面，我觉得。啊。在对面，快点过去！什么声音来的 ？AUG，AUG，AUG， 我看到130那个边边。哪里啊？跑过去那个屋子，130。还是三个人吧。看到130。哪里啊？哦，剩两个。救援的位置，不是一对，是一对。一对，你们看你自己吧。耶！吃鸡！啊！吃鸡啦！哦，简单。简单，你可以 PO 小啊，你可以去 PO 小啊，我杀两个，当然啦，我杀两个好啦。然后拍起来 ，OK 啦，厉害啦！只要我一整场都你控制，我不要玩了，我十二点了。哇，可以啊，拜拜。真的是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这个是很意外的契机，跟我朋友，假如大家还想看像这种类型的，就点击赞，还有留言告诉我，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大家，拜拜。